城门师兄弟，师兄妹，师兄妹，师兄弟，欢迎欢迎秦伟，哎，美丽的月红。嗯，刚刚请人说我是不是帮这个高大哥站台？为什么今天戴墨镜？其实我今天是因为这个隐形眼镜被这个刮伤了。不是，你明明就是看到年轻的高凌风啊，会这样子吗？整个的造型，哎，刘海啊，还有发尾、发型啊，哈，是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发胖的刘文正，发胖的刘文正。那两位来今天这个打电话啊，一样的，还是要让两位来选一个主题。好，我们秦伟呢，先来做一个好的示范，好的开始。过来一下，你过来一下。好好好，快快快来。好，好，五分钟的时间，该选个题目。二好了，二号，无恶不作，无恶不作。成双成对，你不会讲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。哎呦，这个难度太高了。大概谁？就怎么样？有谁可以这样子？你大概谁？我刚刚有列名单呐，制作单位要我跳这位。谁？郑燕丽。我对不起你，他其实还真国语，他常常对不起我。哇，试试看好。郑燕丽在，郑燕丽他在台湾吗？希望他的国语大家，我也不知道在不在台湾哦。我们到时候有字幕哈。好，试试看。一个需要中英对照的，快译通。好，通了。我对不起你啊。喂。喂。Julia。我是。哎，我秦伟啊。哈。什么事？没有啊，就是很久没联络了。对啊。对啊，你去哪里了？故意之间的打了仗吗？你是蒸发掉了是吧？你去哪里了？怎么找不到你这个人？没有啊，很忙啊。忙什么？找不到，为什么找不到？你是人不是找得到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已经快半年没联络了，伤脑筋了。你去哪里了？伤脑筋啊，哪有半年？哦，你去哪里了？忙啊，开工啊。忙什么？忙什么？最近忙拍电影啊。拍电影啊？对啊。你拍电影啊？哎，其实你拍电影蛮适合的，因为你国语都听不太懂，可以用配音的。拍什么电影？哎，你很想没有打来，打来说这个话是不是不用联络了？拜托，我也不是说不用联络了，因为我从报纸上常常看到说你也常叫我不要跟你联络嘛，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形呢？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啊，朋友不一定要常常联络，都是朋友啊。我觉得不需要常常联络。对啊，朋友不是有问题要帮忙的时候先要联络的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我已经蛮纳闷的。我们之间我们是交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好朋友嘛，为什么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啊那种口水战抹黑的消息出来嘞？没有啊，我红啊。对啊。不是，那怎么会？他们喜欢写你啊。哎，我前天还看报纸上写了一则消息，我想求证一下哈。听说你香港男朋友已经来找你了是吧？你不是打雷说这个问题吗？那么大家参考一下嘛，你是不是现在要结婚了还是什么？我准备看那个红包包多大嘛。你觉得不快乐？其实你真的啊，不是打雷问这个问题，我怎么回答你？我也不是怪怪，我才真的怪怪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喜欢穿绯闻吗？我对你觉得不是好朋友吗？就是不想有再有绯闻的问题，所以你有你的忙，我有我的忙啊。因为听说你最近都很忙啊。你有你的忙，你的忙啦。你的国语怎么？哎，我的国语就是那么烂啊，我是我的特色啊。你的什么？挂了。你的什么特色啊？啊。不过讲真的啊，这个哦，你在不在台湾这段时间两三个月，我因为你受了太多委屈，你一定要表示补偿一下。我一直被你越描越黑，你不要对不对？补偿我一下，总要讲一句对不起我的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讲啊。我没有什么对不起。什么没有对不起我？我因为你常常上报纸被抹黑，你要讲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的小一点点联络啊，不用那么多联络，怎么样？你一定要讲嘛。你一定要讲我对不起你五个字啊，不行的，你要讲出来啊！我越描越黑，这样是不行的。为什么我对不起你？很奇怪哦，你们帮帮忙啦！什么叫帮帮忙？帮帮忙！你真的很奇怪啊，你不是帮帮忙吗？你就是死。你说什么话？蛮奇怪的，这次打人没有联络。不是嘛？你在报纸上发这些，不是你发的消息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常常报纸上写一些有的没有的？你为什么我又说对不起你？你蛮奇怪，我又没有什么对不起你，不急有钱我都没有办法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到底想不想？什么话、啊？但是我讲真的，像报纸上这个抹黑的情形很严重。像我就认识一位艺人，有没有？对吧？载车子顺便载他只是顺风车而已，就报纸就写什么被临检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报纸都是抹黑啊！你相信我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喜欢
吃什么就吃什么来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没有发言。越描越黑了，越描越黑。我不跟你聊了那么久的，不想再有这些新闻报道。就是因为越描越黑，所以你要对我补偿一下嘛。你总要讲一句对不起的话嘛，不然我在心里不舒服。哎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哎，弄到现在连朋友连打电话都不能打，哎，是不是这样的情形？可以啊，你不是经常找我吗？蛮奇怪的，你不是经常打给我吗？像我认识那个朋友，他现在都不敢随便开车载女孩子这个顺风车，哎，为什么？怕被抹黑啊？你懂不懂那种感觉？那种心在淌血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心在淌血的那种感觉啊？心在淌。确定你来，你喜欢说什么说什么？奇怪，你打来说几个句话，跟我问我们香港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究竟搞什么了？哎，我们不要再联络了，这样对不对？哦，喂，你是希望不要再联络了是吧？对啊。哦。如果你觉得这样麻烦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怪怪了，艾伦不在吗？啊，不用联络了。艾伦不在吗？啊，艾伦在不在？艾伦不在啊。啊？喂，不是，你是不是正在跟那个香港男朋友结婚了嘛？是不是真的嘛？没有啊，这个新闻报道。哦，那就你最近我跟我几个男朋友分开很久了。哦，你们两个分开很久，分开很久，报纸还拿出来写，这伤脑筋的嘛。你不去问他，你就去问我，你蛮奇怪的。问谁？问记者啊？对啊。哦，他有嫌我们没有办法。哎，他都想嫌你有六个女朋友啊，拜托。哎呀，你不是有六个女朋友吗？谁有六个女朋友啦？哎，我都是看报纸写的、啊。不要闹了啦。闹。真的啦，你这样，哎，真的说不下去。你不点给我点补偿？哎，你们帮帮忙，求求你了嘛。过来帮帮忙。你奇怪了，你今天很奇怪，没有联络那么久，你是不是变了？哎，死都不讲啊！你死都不讲那五个字，哎哎，谁在说话？唱片公司老板啦！哎，他自己死都不讲，哎，唱片公司老板呢？讲什么？我朋友看不下去啊，有话跟你讲。啊，哎，郑业力啊，喂，郑业力，谁？我啊。你是谁？我老板啦。什么老板？我香港的老板啦。哎，你的声音很熟，你是谁？我是谁啊？你不识，你唔识听啊？我哎，秦伟，你干嘛？你是徐来林？我是谁啊？来哥。来哥，你听得出来啊？哎，我刚刚急着看干红布浪，拜托你。哎，秦伟，你我现在在干红布浪啊？在哪里？你好过分哦！我不跟你说了，下去。郑业力，喂喂喂喂，哎，哦，不要挂，不要挂，不要挂电话，你那报纸又出来了。郑业力。什么？对不起哈，你也帮帮忙，我们还没讲完呢、啊。你帮帮忙嘛，帮帮忙啊！什么啦？你国语进步好多、哦。哎，哎，哎，啊啊啊！我一些事实我都没有拿出来讲。什么事实？没有，郑业，郑业力。没有。你在干嘛？你是拉肚子的，业力啊？我们是要五分钟之内你要讲出一句话叫做我对不起你啊，我没有什么我对不起，所以对对，所以嘛我们确定他打错电话了。我打错电话，你没有对不起他，我是他对不起你，不好意思啊啊。你在拉肚子啊？你在干嘛啦？我在洗手间啦。你们帮帮忙啦。啊，你帮帮忙，没问题啦，没问题啊、好 ，OK， 好，你继续看台湾红不浪啊，台电视哈 ，OK， 红不浪啊，好过分啊，再联络哈，打电话俾我啦，好，好，唔该晒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你讲什么、啊？又叫人家打电话给你，好，今天我们谢谢啊，我们两位，秦伟、秦红，谢谢两位。